多多拼着买更便宜。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之坠体裸裤隆重收官，为赢最后勋章之战，谢娜集结各方解题高手，景柏然、马思纯、宋佳、秦昊，首席提问官吴磊携智囊团陈妍希、沈月、王子异，强强联手正面刚。你们整队加起来都没有我一半多吗？你是怎么拿的这八枚勋章？谁是眼力王？面对超纲眼力题，有人手足无措。为什么？画出刚才那位跟你们互动过的女生啊！但我没有注意是谁啊，我记不清了。她全程在这么跳，这谁能记清啊？王子异舞蹈的世界里只有自己。有人不惧慧眼，选出哪一幅是画。好，这边选 A 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沈月选了 B。沈月说：“你看，不听我的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们猜对了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又看不见，你又听不懂。”有人演技爆棚，你在最底下闭着眼睛往回走。即将成为全民爆款的推理游戏，谁是隐藏在我们中的代号 X？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？不是。排除一个最浪漫的人，我自己。你觉得你是个浪漫的人对吗？对啊。他的舞姿动人吗？动人。吴磊请排除浩哥。哪有舞姿不动人？浩哥来一个，来一段，来一段。谁是抢镜王？神奇的流沙池带你花式玩沙。为了在照片中留下位置，他们持续拉锯。现在沈月有机会，有绝招。最后一题，解谜之夜，究竟谁能问鼎榜单巅峰？